第十七题，右图为一向右行进的周期波，其周期为两秒，实线表示时间 t 等于零时波的位置，虚线表示 t 时刻波的位置。请问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A. 波长为四公分，那么图上面这个呢是波长，那么波长四公分呢是对的，频率是0.5赫，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，周期两秒，导数二分之一是0.5，所以周期0.5赫呢也是对的，波速为每秒2公分，波速等于频率乘以波长，v 等于 f 乘以 lambda，频率是0.5赫，波长四，所以算出来呢就是每秒2公分，选项 C 也是对的。那么猪波峰从 A 行进到 A2 需要5秒钟，我们从 A 呢行进到 A2 呢，我们从一走到了六，总共走够了五。那么我们的波长是四，所以它经过了走了1/4个波长。那我们老师上课强调过，我们振动一次产生一个全波，历时一个周期，前进一个波长，上下四个振幅。所以呢，走了1/4个波长就需要经过1/4个周期，一个周期是2秒钟，所以算出来呢是2.5秒。那么选项猪呢是错的，因此第十七题问我们说，请问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波峰由 A 行进到 A2 需5秒。